冠抽签竟是奇葩一幕。足协杯冠军进死亡之组，亚军运气更好玩。江诗华今天下午2019年亚冠分组抽签结果揭晓，中超球队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直接晋级小组赛，而足协杯冠军也将获得直接晋级资格，负责将通过附加赛的结果决定是否晋级。不过就目前出炉的抽签结果看，足协杯冠军进死亡之组，亚军运气更好。东亚区最终抽签结果，一组韩国3，马来西亚柔佛 DT 日澳新印尼附加赛中泰越附加赛鲁能国安赴州参加。F 组中国广州恒大韩国足协杯冠军澳大利亚墨尔本胜利日泰北缅附加赛。G 组日本天皇杯冠军中国足协杯冠军韩国全北现代泰国五里南。H 组澳大利亚悉尼 FC 日本川崎前锋中国上海上港韩网香港附加赛。从这个分组形式看，G 组无疑是死亡之组，日本天皇杯冠军全北现代甚至泰国五里南联队都不是善茬，而国奥和鲁能的足协杯胜者也将被分在 G 组。这一组小组出现的难度无疑是最大的，反而是足协杯亚军所在的一组形势更为有利一些。毕竟马来西亚的球队实力有限，韩国联赛的第三无论是庆南还是蔚山，国奥或鲁能都有把握与之一战。而无论是国安还是鲁能，也许都不愿意过早碰到全北现代。足协杯还没踢，亚冠分组抽签就出来了，亚军反而比冠军更为有利一些。当然前提是亚军要从附加赛中胜出，这个局面很有戏感，就看国安鲁能如何把握了。